早安。天气不错哦，喂，还可以开始 recording video 了。看到后面有人出现。天才跟 Win 跟 Adam 我们去马六甲了。红屋的历史我也不知道，如果你们有听过故事呢，就是马六甲的三干街。去买，买是肯定买有的啦，不知道几时要买不是吗？很好，用太大力的照相机，人家就觉得我们乖乖自己对 camera 讲话，用这样小力收发都很正常的 OK， 没有说很多人会用不一样的眼光去注意你，为什么那这么大力的 camera 装置的麦然后讲话都还 OK， 在这个可能是旅游胜地了。